帮我打开吗？有小帮手。你平常是有小帮手的吗？没有哎。哎，他会洗面。但这样我们会不会等到下午三点才能考？哎，还是要打你？哇，不是，只是通常都是这样吗？好快！你确定这样？等一下消防局归来哈，因为已经飘到那边了。反正家里搞得乌烟瘴气。欢迎收看《时尚玩家》，一起来吃红。急什么急？急！很久没录这个单元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就很久没有百万网红啊。哎，今天好久没有请到那个百万网红的那个。对，好久没有吃红。对啊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两位得了一种病，叫做失忆症。而且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算是楼梯间？这就是要来亲蒙塔欧啊。就好不容易就邀请到一个百万网红，而且他很特别，他是靠玩具。我很少人看到，因为他一下子就破百万了嘛，其实在非常短的时间。这个玩具开箱。我是很少看到有人就是除了情趣玩具之外，可以这么快破百万。而且他是第二位。对啊，第二位破百万的女性。但他很年轻啊，超年轻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直接直击他。这些玩具都是你自己个人收藏？对，就是你从以前到现在收藏吗？对。但那这样子算蛮少的，没有把全部摆出来。可是就是最喜欢的是放在这一柜里面，就是我很喜欢魔法少女系列的动漫画，美少女战士，对对对对，然后骷髅魔法使，小魔女哆瑞咪，然后现在是仓鼠，仓鼠的系列。真的好可爱哦！你这收集的东西都蛮多，但是就是以仓鼠为主。对，这边有一只哈姆太郎。对啊，好可爱哦！但你没有养实际的仓鼠？没有哎，养自己就很努力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你没有想说要养实际的仓鼠？小学的时候养过，是不是大家小学的时候养过仓鼠？没有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小学的时候养过，然后它死掉很伤心，就没有养了。为什么会死掉？就是它活久了就会死掉。我是寿终正寝，所以你就开始养一些假的来慰问。对对，这样一些幻想的朋友，超多，超多，跟自己讲话那种，可爱耶！而且我发现你们家角落有一个很大的角落生物，哎，对，很大只。但它是不是全台唯一一只？没错，因为它是手工做的。那是你自己做的吗？这是跟那个机关的老师一起合作，我们做出来的。但你当初做这一只是为什么？因为就是纪念，因为我当时是因为仓鼠的影片爆红，然后我就想要纪念那一天，所以每年都会做一只跟仓鼠有关的企划，然后这就是其中一年的企划这样子。球的话是这边有做一个机关，是它可以这样。哇，射得好近啊！我以为特别多。好啦，不跟你废话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来做一个随堂考的部分。要考试？要，因为我们时尚最近就是走投无路了，开始要弄一些随堂考。啊，那要考什么？你等一下，我先跟你讲，怎么就是随堂考？很紧张，我没有准备。那先来，我们到客厅那里坐，你放轻松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口袋，我是安啾。那你准备好接受我们的时尚随堂考了吗？好。时尚随堂考，噔噔噔噔噔。这是什么？就是要来考东西。哎。哦，考东西真的就要考东西吗？要考东西，也要考东西啊！考要考什么？今天第一题就是这个是什么啊？因为你最会开箱这些有的没的啊。这个应该是，说人家有的没的。这个是应该是团子吧？对不对？很明显的，他写出来的。那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要打开它吗？对啊，要来研究一下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噔噔，哎。欸，你有没有曾经开箱，然后开一直打不开这样，超尴尬？有啊，然后就剪掉。有道理啊。然后这边有，哎，这个是团子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啊？哦，
就是他烤的那个吧。哎，那不是很像某一个就是那种烧肉便当？对，其实那烧肉便当还蛮好吃的，嗯，蛮好吃的。那我的小帮手可以帮我打开吗？我小帮手，你平常是有小帮手的吗？没有哎。哎，今天有小帮手，今天有小帮手。哎，对啊，我看你的 IG， 你是不是刚从安大略回来？从安大略，对，对，我从那个加拿大回来。我刚想一下，安大略是哪里？怎么就这样熄了？哎，没有点起来啊？很明显的没有。什么意思啊？那这样子，这样怎么办？哎，它不会跟着燃哦。对，烧起来。哦，哎，它会熄灭。这样怎么烤？它还在。但这样我们会不会等到下午三点才能烤？哎，还是要打你？不是通常都是这样吗？你把我熄掉。赶紧点，赶紧点。是这样的吗？对啊，你没有用过它的那个开箱过程中吗？没有哎，对对对，哎不行哎，那交给你好了。哇，好烫哦！哎，小心，好烫！而且它掉你裙子上的时候，你也太淡定了，因为它已经熄灭了，对。是不是这个柴已经烧不太起来？可以啦，有吗？有，好可怕哦！对啊，这个也太可怕了吧！哇，为什么要买那么可怕的东西？感觉糟吧？好像不行哎，只有火柴烧得起来，就是要等它燃下去啊，看从内部烧起来。嗯，因为就这样，很多问题都是内部产生的。还有哲理。啊，会挖皮。啊啊，团子应该可以生吃吧？好，我们请男士来处理一下。好的。但中间过程我们还是要水塘烤。好哦，要烤些什么？不是烤团子啊？等一下烤团子啊，但是其实这是都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你都会碰到的啦，就是你知道这样。第一题就是你开箱过最贵的玩具跟最特别玩具是什么？最贵玩具其实好像价格区间大概差不多哎，可是就是还蛮常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东西可能是从海外买，然后从海外买的话，它运费可能会比它本体还要贵，所以就是会有点难过。但你在海外哪里看那些玩具可以买？就是可能像日本或是美国，然后就从 Amazon 买，它就会有很贵。可是那风险大，因为它如果寄来坏掉怎么办？还没有发生过哦，还没。所以你最贵的玩具是什么？好像就是那个，就是可以把面溜下去那个流水凉面的滑水道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，因为它东西太大，所以寄来就可能它本体只要3000块，但是我花了大概7000台币才运费。对对对对，还有加税金吧？嗯，有已经加了。那一台现在去哪？哦，它现在拆解放在一个箱子里面，好好的。你会办二手拍那种吗？有，我有办过。对，因为你如果一直开箱的话，应该会一直囤积很多东西。对啊，我其他房间都是储藏室。那你有开过最特别，就是你现在最珍惜的礼物是什么？就是被大家看见的那6只仓鼠，就是放在那个柜子里面的那。柜子下面就是当初当年那6只。那你有你该你问啊，你有问题要问他。好的。哎，但是你去日本，我问你是因为酸民去，为什么？就是小时候其实就向往去日本生活看看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它算是一个契机吧，因为当时就是知名度打开以后，然后在台湾还蛮容易被认出来，所以就压力有一点大，然后加上网络上面有很多对我的讨论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说，有一点迷茫，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去日本留学。OK， 好了好了，有在热了，有在热，哎，蛮烫的耶。所以那你是去日本的哪里啊？我去日本东京。烤一下，烤一下，这真的可以烤啊。
哇塞，那你去日本东京根本就是玩具天堂啊！哦，对啊，那边的话就不用付国际运费了。嗯，主要是去那边带个回来。这可以，不是，就是那边开玩具。就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是有继续拍影片。这团子可能考完感觉是蛮久的呢。嗯。你曾经之前也没有跟人家 fit 过，对不对？你的 YouTube 频道？有，只是比较少。那为什么忽然间想要跟人家 fit？ 就是因为之前的话，是我比较不擅长去掌握可能有来宾的节奏。哦。然后，所以我之后，可是我之后就今年开始想要挑战看看，觉得跟大家一起玩玩具其实还蛮有趣的，跟大家一起考团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发谁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发小马尼子君。哦，真的，他很喜欢玩玩具。疯狂。哦，真的。完全疯狂，他就是到日本秋叶原会带一整。玩具回来，他是自己喜欢还是？他超喜欢，买给小孩子。没有，他自己超喜欢，他就是会买那种什么哥吉拉啊，那种就是收藏的。对，他好多好多玩具。哎，有啦，交了。哦，有呢。原来他真的会收。所以你多半都是开箱这种玩具的，然后自己也是有自己做玩具。对，哎，自己做玩具，对的，有时候会挑战 DIY 手做那样子。除了那个 DIY 的玩具以外，还有哪些？好像都是甜点居多，哎，我还会手做一些甜点，但是不是很专业，就是自己乱做的那种。虽然能吃，不会拉肚子就好。对。哎，那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要开箱什么样的玩具，但到现在一直买不到？有一个，最近有一个是那个美国的玩具，然后它是Little Tide 的公司做，然后它很大一个，然后它是一个魔法壶的 set， 它可以就是对青蛙王子施咒。那时候我去加拿大的时候，想说我可以在那边的玩具反斗城找到吗？但是后来结果没有，可是它又超大箱，我就是觉得它的那个运费很贵。没有，是说它已经卖到缺货还是？对，它卖到缺货。哈，最近很想要买那个玩具。我觉得它有一点，想看一下它现在的到底吃起来什么状况啊？这是打开来吗？这个是干嘛？哦，这是巧克力耶。它那个是不是什么沙拉油啊？有要有吗？我有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嗯，因为他说这是沙拉油，是吗？可是我不知道它抹在哪里。算了吧，我们都已经……这是什么？我们都已经搞成这样的，但就是……哦，有哎，它里面有软。来。哦，谢谢。它已经算熟了啊！算熟了。对啊，这个太荒谬了。这要怎么过？反正家里搞得乌烟瘴气。不过，还是我们要抹油再烤一次。你是不是有个那个木炭的味道？你有吃到吗？有，很重的木炭味。那这种跟一般在日本吃的团子。挑战谁？口感是类似的，这不用到日本吧？这一根一般正常团子挑战很多。等下你确定这样？等下消防局不会来哦。已经飘到那边了，完了，我吃不出这个球。这个算放回去？对啊，那个到底是什么？好好奇哦。好像真的是樱花酱哎。樱花酱。嗯，因为它这个是腌制樱花，然后旁边腌制一下樱花酱。樱花卡斯达酱吗？卡斯达酱油，嗯，但那个甜甜我真的搞不太清楚是什么，草莓吗？蓝莓？应该是樱花。然后日本有些奇怪樱花食物都会这个味道。好吧，就当它是樱花吧。我觉得它家里有没有比较好？哦，你刚刚有加油啊？有啊，就用沾的啊。它就比较不会黏。那你接下来有想要说你的 YouTube 频道要朝什么样的方向？除了刚刚说新企划之类的，我现在就是会往日本旅游的方向走，就是跟大家分享旅游的 vlog 这样。我觉得剩下的四串啊，你等一下好好在啊我吗那个烤箱或是烤炉上面处理一下，它应该是蛮好吃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它口感是还蛮不错的。好啦，今天谢谢你哦，邀请你也没邀请啊，就是我们秦蒙打后来到你家，直接来找，谢谢，然后看你的收。看你很多藏书，对啊，接下来希望你的这个方向，你想要出国念书，或是你想要开始有这个非毕业的 YouTube， 一切都顺利了。嗯嗯，谢谢你，谢谢小珍，谢谢安安。
美食资讯随摇随到，新功能独家优惠卡，让你吃到玩到买到 CP 值最高，还能整集重看挑名店好物哦。时尚玩家 APP 赶快下载哦。